对，谢谢。会议桌上，桃园市长张善政笑着和议员于信宪握手言和，法务局长赖米鼎在旁边跟议员一一握手致意。来，全体手叠着手拍大合照，表示和解。张善政、赖米鼎25号一早会来到民进党团办公室，就是要为了前几天议会质询爆发的口角冲突致歉。尸位素餐，愧对人民。我没有请你发言，可以这样子吗？好，谢谢议长。哎，那个，他刚刚骂我账号哦，他刚刚骂我账号，大家有没有听到？有。当时被议员质疑食为素餐，赖米鼎暴气拍桌，也遭指控疑似爆粗口，场面相当火爆。事隔3天，经过议长邱义胜居中协调，张善政、赖米鼎再三致歉。他有没有骂我们脏话？我要确定说他有没有之前来之前要这样确定，掉了袋子也是没有，但是拍桌子也好，大声也好，的确是不是火爆的场面，我认为是我自己不当的拍桌大声所引起的。我深切反映我的角色，我再也不是律师啊，我将来不应该有任何律师的一个影子。开启警办室，真正跟你们道歉。我有深刻感受到市长跟局长的诚意啦，那我们民进党也展现了君子风度，来接受市长们的道歉。被询处女秀却上演口角冲突，引起关注。张善政亲自率领法务局长一起道歉，希望为事件画下句点，让府会恢复和谐。三立新闻实名记蔡永恩桃园。